胡军是有点喜剧天赋在身上，没有一个组合能逃过胡军。我只知道一个组合叫社，SHE。那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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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个鸟叫什么凤？那个鸟叫什么？哪个鸟？凤凰传奇。凤凰传奇。千万不要断句，大哥。你说，你好大，好大，好大的力气。胡军妹妹小时候被男生欺负，她老是拿石头打我后面，那次把我真打疼了。完了回家我就哭，完了我爸说什么事啊？完了我就说了以后，我爸说那个反击啊什么的。胡军就在旁边一句话没说，胡军很少这样。我那个同学跟猪头一样就来了，当时一进我们班，我就看人家看着我，你哥个儿。后来这个男生家长找上门，胡军爸爸连门都没让人家进。当天晚上他父母去敲门找我爸，人都没让进，回来跟我哥拍着我哥说这次不错。小时候把妹妹当成了气球，是我给自行车打气，然后我妹就在旁边，突然哎把气球就一把，我说妹你想飞，你想想我当时想我就把这个那个气球就塞上我妹的鼻子里了，刚要往下打，嘣的一下子被我爸按在地，但是我的心是痛的，谁让我妹飞上天。刘烨和胡军这段是怎么做到尴尬又好磕的？累，你累吗？这别拍戏了呀。你在床上了吗？给孩子？不给他带被子。热不？热了。还行，我带中午回去收晒火吧。能把胡军搞无奈的也只有诺一了。叔叔那多甜，对我把多甜，我跟叔叔说了说。你别唱了，我想你给我唱我自己喜欢的辛巴什么的这些。辛巴滴答滴，还别唱歌了。康康有爸是真坑啊！行下何人？什么事情？韦大人，把脚太臭了，我要喝点。你会？大人，你看。呜呼喂，去闻一下。啊。